秋葵啦，秋葵，哇，这个是卷肉红花，水果，然后这盘是地瓜叶，真的很丰富，还有青菜，青菜最好，哇，这个也很棒，哎，显得这个有颜色品种的关系吗？这里就是有比较，很黄哦。啊、我要拌菜。好，因为它有黑点，我都把它赶掉。你这种公路偶尔见吗？我都把它拿掉。哇，好丰富，你看看，丰盛哦，真的很丰盛的，每人一菜，真的很丰富。你看这个，同学的女儿做的，你看。同学，你看扎了一每人一瓶，你看看，真的很用心呢。那也谢谢老师，你看我们帅帅的老师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帅帅的老师，还有你看鸡肉米粉，还有这个，啊，这是啊，这是哦，那个哦，鱼丸汤，哦，老瓜哈，我这喜欢的名膳呐，龙凤腿。这个我带的，等一下好不好？一分钟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哇，很澎湃！你看看素香，你看这么多同学，这么多同学，这么多同学。哇，这大哥大一大桶的，那个是柠檬汁嘛？啦，蜂蜜啊！哦，蜂蜜水，你看，谢谢他。蜂蜜柠檬水。哦，蜂蜜柠檬水。你还没喝吗？有，我有。你还没喝吗？有，我有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谢谢，你看看。啊，明珠，一个穿纱衣服，哇，哇。阿哥，这边那个纱裙摆哦，谢谢。哦，好棒，你看看。你那可以跟。好，您刚刚好，今天穿进来的白斩鸡哦，哇，